后，幸好鬼没魂。大哥哥，炮雷！终究也是啊，机灵表露，想一再伤害到你，怎样咯？这张灵符可以对上我的实力，而拄只我与迄个人接触过，我希望你是考虑清楚。小熊，要么就有事情必须处理，你先把安倍推到安全的所在，要么就随后再去找你。嗯，小熊仔，要么就你要谢你呀。嗯，安倍，麻烦你了。